久，你那时候应该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市长好，局长好，还有现场的贵宾们、长官们。我今天穿高跟鞋，所以应该我们差不多高。还有各位台南的乡亲们，很高兴见到你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教室在哪里？欧耶！好了，那这个我们今天看到，其实右边的板板看到台南吃什么，台南有非常多很棒的美食。那其实，在我们戏里都看得到，包括台南人早餐必备牛肉汤，对不对，市长？牛肉汤是水点，你在戏里面这样吃的怎么样？哪一个？这么多美食，你最喜欢吃的是哪一家？我这样，因为你没说哪一家。没说哦，没说哪一家，哪一个你觉得印象最深刻？是你最喜欢哪一种食物？对，牛肉汤。牛肉汤 哦，我们请那个卢克服务员这边要买单哦。开玩笑的啦，感觉在台南吃牛肉汤，好像随便吃一家都很好吃。随便走一家都是最赞 的，全台最赞牛肉汤就在我们台南了。好，那除了我们这牛肉汤，包括其实看到我们的彰城麦芽饼啊，或是我们的西景村卤味啊等等明星食品伴手礼，很多都谈得很棒的，就是丝路鱼粥，是，其实都很好吃。对，为什么刚讲牛肉汤的原因，就是也只是担心身材，如果不考虑这个的话，我可能会选花，因为牛肉比较没有淀粉，是。是好，那今天为了迎接你来哦，台南乡亲非常的热情。你看，像市长说这个是我们虱目鱼粥，对不对？是白肉，白肉的，这个有很丰富的 DHA， 很丰富的蛋白质哦。那包括我们安平最有名的什么豆花，安平豆花，热爱豆花的人，对，豆花也是一个很棒的甜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包括像台南六甲的蛙粿吧，就是一开始吃全部蛙粿都没去啊，都吃了料的蛙粿。没有，我至少吃到四五个。哦，觉得怎么样？好吃极了、是。我那一天吃的蛙粿，我觉得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这才是蛙粿。所以要蛙粿是这个味道。要吃蛙粿要来哪里？台南。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什么？状元糕。对，这个是状元糕。是以后收视长虹拿状元。哎呦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那包括我们有这个香肠，还有包括，其实这个也是很特别哦。我们的霸丸跟这个藕桂。虾仁就是霸丸吧？对，霸丸。然后还有台南必吃就是鹅肝。鹅肝有吃到。鹅肝有吃到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今天起来这边准备这么多啊，那。我们想重温一下，包括其实很多的伴手礼，大家都看得到哦。我们有台南很多很棒的伴手礼，稍微带一下看一下哦。有没有哪一个你觉得特别哦有兴趣？像小叶布丁就也是大家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的，对不对？虾饼，是虾饼也是台南必吃哦。这个我在戏里有吃到，是。还有一种，所以我跟外婆讲话的时候，哦，都是用炸的，它有一种是不是用炸的？是烤的，会更健康，对不对？这个，还有彰城麦芽饼，我在戏里面有吃到，有，在这个外科医师小流到超市购物时的陈设零食，非常的用心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这边也让大家拍拍照，好吧？我们看一下这个，其实这里有很多很棒的这个我们的伴手礼呀、还有台南很棒的这些美食小吃。还有接下来，因为现在是台南的芒果季，是不管是芒果的鲜果，或是芒果干，都是让人流连忘返。是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中间的摄影机，到这边好多好多的相机、手机、摄影机哈。好，我们先看看右手边，好了，好不好？右手边。好的，欢迎大家。贴心，故意这样比较倾斜一点，看起来比这样啊，对 ，model 的身材，你知道啊，我们这个要展现最完美的比例。